人说了，说的咱们一唱歌，楼上楼下都能听到。啊，说这个这些儿女们又来了。好，对呀、啊。每个星期，97岁李奶奶家总有这样的谈笑声。我这没儿没女的，这些都比儿女都好。等会儿多。长春慈济职工在景阳社区关怀着五户家庭。修行就是要把人事物的障碍除掉。唱歌或分享好书，慈济人有多重法宝。遇到不善于整理环境的家庭，除了合作清扫，也步步引导他们学习维护，能转苦为安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吉林报道。